情慢慢想。在这寂静的夜晚，我们正式的宣布，我学历成功的进入真爱团新秀崛起认证，我已经成为了新秀崛起我们二级啦。小伙伴们打住，二级啦。今天是2016年10月15号。哎 ，Remix， 在这个寂静的夜晚，我很高兴有大家陪伴着我。把你们手中的小一扣起来，这段视频我会永久保存，一个证明吧。感谢在场的哥哥姐姐们，也感谢没在的哥哥姐姐们。也许你们现在很忙，知道吧？记录你们的所在所存在。我学历会一直努力，从未背叛过。太干，非常棒啊！这段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你们。嗯，不说别的啊，感谢。